爸，为什么你跟妈妈吵架总是你先道歉？也不是吧，我们有规矩，生气绝不出家门，就一定要给先出门的那个人道歉。结果吧，你妈上班比我早，出门买菜比我多，我逮不着先出家门的机会，只能道歉了。你说气人不？咋了？媳妇儿，你看我这指南针坏了，我想买个新手机。指南针坏了，干嘛要买手机啊？因为我爱你，爱得找不着北。我太老李，我长得好看不？那多亏我脾气好。啥意思吧？我但凡脾气暴一点，这么多年他们说我是牛粪，我就忍不了。那我成啥老李，我刚接了个推销电话，做美容的。你让他给我闭嘴！为啥？我自己女人自己宠，不用他告诉我怎么整。这可咋整老李，我想买管新口红。那你把之前我给你买的还给我。那我给你拿去。不用，你每天还给我一口就行。我给你买去。爸，你说孩子跟家长之间哪种关系更好？那必须得处成朋友。哎，那要是朋友关系的话，我跟妈妈之间，你是不是应该对我更好点？哎，老李，就我有点重那啥轻有的啥。爸爸，为什么妈妈老冲你发脾气，你却没事儿？你看吧，你妈妈把一生交给我，自己留点脾气也正常。最关键吧，你姥姥早就给我打过预防针，我闺女哪儿都好，就是脾气不好。你说气人不？老李，为啥我难受，你只让我喝热水？缺啥补啥。啊？女人是水，你必是热水。啥意思啊？那为啥我第一次见你，我的脸烫得生疼？我脑瓜疼。老李，我眼睛有点难受。没事啊，看着。那不对呀，为啥我眼睛不揉沙子，却能容下整个你？你目中无人啊！爸，去叫妈妈起床去。你妈人都睡到自然醒，你叫她不着急啊？我妈跟我说让你这个点叫她起床去。走。